这首歌曲哇，好多点歌哦，嘉诚，那我们下次要插一个牌子这样子吗？要学对岸哦，点一首歌400台币，好哇！我上次去上海就是这样啊，他们用 APP 点歌，点到哎，为什么噔噔已经从你从支付宝扣除你100元，知道吗？我哈操！真的啊？哎，不是台币100哎。人民币100元就400块哎，我操妈的，我真会赚钱哈、哦。好，那下次我每个人用个 APP 吧。您好，已扣除您1块美金哈。好嘞，那接下来安排这首萧敬腾的新歌好了，来这首《让我为你唱情歌》。教室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，你心中有点落寞，有点强的什么，我们一摇头你光就闪烁，遥控我感受，面前一人帽子遮脸，一张咖啡店戴耳机的却乐视频，我闭上眼
Thank you.